好，我是啾啾妹。哼，上一篇生活白痴的影片被可恶的酸民质疑我的智商，好笑。我这种自嘲式的幽默，酸民怎么会懂呢？难道我聪明贤惠的事情，每次要到处说嘴吗？难道我精通 Photoshop、Illustrator、Clip、Flash、Final Cut、Excel、Word， 我要到处炫耀吗？难道我最近生活冷知识，没事也要跟那些酸民交代吗？你已经讲很多了。我现在就要来讲我会的生活冷知识。我在哪里呀？哎呀，你在干嘛？嘴巾刚换点，然后厚度不习惯呐、啊。你知道怎么快速滚起床吗？旁边要 Q 啊，触控板怎么点有钱呐、啊？两只手指一起按。那怎么找推 delete 啊？一般 delete 都是从右边到左边，我想要从左边到右边呐、啊。背分加 delete， 旁边加空白键快速切换输入法，旁边加 A 是全选，旁边加 C 是复制，旁边加 B 是贴上，旁边加 X 是剪下，旁边加 Z 是回复，旁边加 Shift 加 Z 是重做回复，旁边加 S 是储存。Enter 快速档案改名。难道我是快捷键大师，要对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啊，吃饱了。还剩一些菜怎么办？厨余每天都好麻烦哦。我也都给挖尾牙乌鸡了，把厨余全部倒在一起，冰到冷冻库就不怕坏掉，也不会滋生苍蝇了。难道我是厨余专家，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泡面仔就需要吗？不要。泡面仔就需要吗？仔具谢谢，用仔具不用一发票，环保又好对账。难道我是环保小尖兵，要跟你这些酸民交代吗？台湾搬新家要买床、沙发、餐桌，好多家具哦。对，我要这个。你好，你要刷卡还是付现呢？刷这张卡吧。哦，你确定吗？这张卡是网络回馈比较多哦。那这张？这张现金回馈每个月有上限300块哦。那这张？这张是加油卡哦。这张现金回馈每个月上限500块，不限于分期付款，所以我只要把总金额改成分期付款平摊到每个月都可以拿到现金回馈，现赚一折。难道我对现金回馈小有研究？哦，找不到停车位啊，怎么办？我们租这台艾瑞在10分钟时间就到了耶。可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很难找车位啊。哦，为了找停车位再加一个小时，太不划算了吧？哼，泡你要去哪？艾瑞有特约停车场，每台驾驶头上的遮阳板都有加油卡跟停车卡，只要用他们的停车卡就可以免费进场停车。难道我是艾瑞小博士，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我走了，不行，我懒得分两次拿，再坚持一下就到了。拿起来，我的小胡子要断了。爷爷冲啥哈？晚上要不要一起假笨？要，我够不到，只好使出那一招了。好啊，我工作完去找你。走出。难道我是懒得打字达人，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嘿，大家，今天挖蝉6个人，总共2320块加一车服务费。唱歌的话是3720块，酒钱1200，没有喝酒的自己口掉哦。靠，这个数学题也太难了吧！还好我知道，电脑版的 LINE 只要把公式算上去，按下等于键会自动跑出答案。难道我数学很差，知道怎么找答案，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你的水电费单怎么都没有拿？哦，怎么那么快就2个月了啊？你要赶快去缴啦，吼，不然过期了被断水断电都不知道。哦，我缴完啦。虾米啊！现在信用卡绑接口支付，交水电费、停车费不仅方便，最高还可享10%回馈。不过我这张卡只有6%，还是很多啦。哦，真是生活智慧王。哼，难道我懒得出门缴费，因为发现这种小资理财法，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哦，你是小孩子哦，吃饭会滴到衣服。这种油渍洗不掉哦。那只是你以为，只要洗衣服前用洗碗巾倒粘在油渍上，放入洗衣机跟其他衣服一起洗，就可以把污渍洗得清洁溜溜。难
老师调换调到变清洁专家，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嘛。哼，清洁不稳定，皮肤好干哦。啾啾妹，你都用什么保养啊？我都用凡士林啊。哈，凡士林不会太油吗？很闷呢。不会啊，凡士林又不是油。凡士林不是油？哼，叫你读书不读书。凡士林内的主要成分其实是蜡，蜡与水不相溶，所以锁水保湿，几乎不会跟其他物质发生化学变化，也几乎不会氧化和变质。涂于皮肤表面，有效阻挡水蒸发。这是最常见的保湿成分。难道我是省钱保养小精灵，也要跟你们这些酸民交代吗？ baby， 你看我买的新衣服，好看。这些袋子我帮你丢掉哦。啊，不要！你留这个嘛？这是我夹链袋留着，以后旅行可以分装衣服、瓶瓶罐罐或是杂物，很方便啊。难道我买衣服买到不缺夹链袋，觉得丢掉可惜，硬想出来它的用途，也要跟那些酸民交代吗？还好我知道，手电键按五下，一二三四五。难道我有被害妄想症，所以知道怎么保护自己，也要跟那些酸民交代吗？知识，只要 iPhone 锁屏键按五下，它就会自动发出警报声，还会同时通知你的紧急联络人跟报警，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跟越多人讲越好，希望可以在发生悲剧前提早阻止。好啦，今天影片就这样子啦。上一个生活白痴的影片，真的有些网友觉得我的智商堪忧，但是我要解释一下，因为那是集结我从小到大的事件，所以看起来才会那么夸张。每个人都有第一次嘛，第一次不知道是正常的。我现在当然会搭公车，会搭捷运，会搭火车，也当然我现在会自己刷厕所啦。本来这次想要做一些我生活智慧网的小 paper， 但发现我真的没什么生活智慧，我好像反而是记那些冷知识比生活上的事情还多，尤其是电脑手机相关的。也欢迎各位 baby 留言分享你们知道什么生活知识，让我学习更多哦。那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卡面加 A 是全选，卡面加 delete 加缩选的，卡面加 delete 加选项点，卡面加 delete 加缩选，卡面加 delete 加缩选，啊，将所选项目移到垃圾桶，卡面加 delete。